家好，我叫 Kelly， 我今天教你怎么看一下我的猴子。在这里哦，猴子，它的名字叫，它名字叫孙悟空，它拿的就是金箍棒，它的头上就是金箍咒，它的头上就是金箍咒，还有。他好厉害，他用那个，他会用那个金箍棒，啪啪啪，他好棒啊！还有这个是他的耳朵，他的眼睛，还有就是他的嘴巴，还有这个是他的眉毛，这个他的。金箍棒，我已经说了金箍棒，还有这个是他的，这个还有这个是他的脚，这个他的手。